歡迎收睇 M21 News， 我係蔡宇田。唔少食物或者日常用品嘅價格貴咗，有社企以較平嘅價格賣俾市民，舒緩佢哋嘅經濟壓力。由林明佳報導。罐裝汽水、米、糖果呢度可以逐件買，同一般超市好唔同，吸引咗基層嚟買嘢。呢個平啲咯，有會員。呢間超市以社企模式營運，每件貨品價錢比大型超市嘅平大概2至3蚊。超市創辦人話：入貨時有策略去減低價格。嗱，咁所以如果而家供應商嗰啲咧，係話有現金去購貨，佢即時可以更加優惠嘅話咧，咁我寧願俾現金。開業一年，超市利潤約10%，雖然未做到收支平衡，佢哋會同其他團體合作擴大網絡。咁我哋又有團購嘅出現啦，咁我哋其實有啲參與嘅機構同支持嘅機構，咁我哋可以俾佢作為團購，可能2至3個月轉一次咧，咁我哋又會有大概10至12隻貨品咧，係可以俾佢哋做團購。未來佢哋希望開多間分店，令更多基層受惠。M21 News 記者林明佳報導。政府在連續5年的施政報告承諾，在2013年之前將全港所有的鄉郊巷廁改建成沖水式廁所，至今竟然有工程還未開始。浸會大學傳理學院的同學去了解過，巷廁沒有沖水系統，靠吸糞車定期清理囤積在糞池的排泄物。有立法會議員說巷廁衛生環境惡劣，一定是用水去沖廁，沖走落去嗰個排污系統，喺嗰個污渠裏邊排出去第二度嘅時間，經過一啲化糞池過濾之處，咁一定係好過你就咁積埋喺度，蟲又有烏蠅有乜都好咧，就喺等等人嚟吸，咁呢個一定係唔理想嘅嘢嚟噶嘛。政府自從2007至2008年度連續5年嘅施政報告都有承諾，喺2013年底前將全港鄉郊巷廁改建成沖水式廁所，但多項工程遲遲未完成。其中一個位於屯門小坑村嘅巷廁更加未動工，有村民感到不滿。佢話咩喎？話今年整好喎，而家都未整好喎，真係。有區議員指工程延誤並非單一事件。其實呢個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嘅例子，政府好多工程咧係經常都有延遲嘅問題。例如喺附近咧，我跟進緊咧係有一個係社區嘅廟圃，咁就唔需要牽涉收地嘅問題。咁但係個工程係延期咗成4年咁多嘅，咁到而家都未進行招標嘅，咁呢個都係即係其中一個嘅實例啦咁樣。食环署回应查询时候话，屯门小坑村的改建工程最快要到今年年底先至动工。有区议员透露，单单是屯门区已经有超过40%的改建巷廁工程需要推迟。有议员引述食环署的回应时候话，部分巷廁的改建工程因为铺设水渠需时要延迟，工程将尽快展开。广播新闻网记者郑子峰报道。又到网络精选。最近的食物安全事件令到不少市民少吃了快餐，但如果突然間想吃漢堡包又可以怎樣呢？切成條狀，再放落油鍋，再煎塊牛扒，一個套餐就完成。不要以為是泥膠不吃得，他們是用糖粉加水製成。提到快餐，外國大學做了實驗，將漢堡包和薯條放在室內1個月，兩者外觀上沒有任何變化，亦都沒有發毛，外形和以前差不多。今集的時間差不多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